我是张彩宁，身高172公分，体重50公斤，32C233C。我跟前面的打击应该好高啊！我知道五十，好高级，好级哦，对，好高级，一级是好高级。哦，那50说好重啊！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对不起，你什么星座？摩羯。摩羯座 ，OK、嗯。那你会要求什么？啊？不能有口臭，不能有口臭，对，味道。你有跟口臭人在一起过？没有，我基本上有味道的，我就没办法。就是比如说这样好了，口臭跟体臭你怎么办？你选一个。口臭跟体臭硬要选一个，口臭。你比较喜欢口臭，体臭更难。口臭，体臭更可怕。嗯，我觉得因为体臭是基本上你走过去就会，那个人有体臭。但如果是口臭，你不要开口都没事。或者是叫他改善，可能就对，吃口香糖可能就不会了。没有，就是你跟我讲话之前，所有时间都含着漱口水。不是，是都不要讲话就。没有嘛，就只有讲话才可以把漱口水吐掉。我要吃饭了。不要含。这什么交往方式？哦，是没刷味道。对，味道，味道，没，有时候是肝火，有些人是生病，或者是有些人是生病，没吃饭的时候也会，没吃饭的时候，没吃饭的时候，没吃饭的时候会，因为你的就肠胃不好的人呐，胃酸一直在分泌，它会有一种味道，会有味道，真的，嘴巴，所以我们不能瘦下来，而且还要一直吃，要一直吃饭，像我一样，胖会有体臭啊，胖，你为什么要看着康哥？你觉得没有？我有，你说我要。改善要怎么改善呢？你不知道的，克力香嘛？哦，克力香哦。对，克力香。再严重的，真的就去开刀嘛？哦，开刀可以去除嘛？三光异性好友的联络方式，这是谁犯的一个神经病错误的决定？你为什么？你50公斤为什么要三光？好多谢谢，好受伤了。你可以骂他脏话，他真心跟你道歉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这是阶段性的。因为像我之前真的比较严重，会容易疑神疑鬼，是因为曾经我就发现我的男朋友跟我那时候的好朋友，就是女的女生，就是不然的，就是到最后就两个人就越走越近，然后分手之后他们就交往了。然后女生那时候在我们快分手的时候就跑来跟我讲一些什么。这男的不好，没有，他不只讲这些，他说，我最近有个男生追我，怎样怎样，可是他有女朋友什么的，我就说，哈，是哦，那我觉得有女朋友你还是不要碰好了。他就说，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他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你自己想清楚。然后他后面就默默小声补了一句，就说，而且他女朋友是我好朋友。那时候你还没有想到是你？我那时候还没，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重爱情，重友情大于爱情。所以说你要男朋友三光异性好友联络方式，那你个人要三光同性好友的联络方式，你要吗？大家都不要联络，可以吗？没有，可是这种事情现在比较还好，对，真的蛮伤啊。但是现在比较还好，我会发现说还是真的要去给男生一点空间，异性的交友空间，而且你反而限制越多，他越担心你发现什么，他可能本来没有的事情也会骗你。然后骗了你之后呢，他们可能出去本来真的没什么，但因为他骗了你，所以他们更有机会发生什么。是，对，你成长了。这个三光异性好友联络方式有意见的请举手。这绝对不行。他当然有意见啊，这怎么可以这样规定？这不行，不行，这不行啊。自己妈妈都找不到。尤其我们这个行业很。妈妈是好友。好友，好友。到底要怎么接他的话？不是，异性好友啊。你们不能接受，没办法，这本来彼此就是有一些自己交朋友的空间的，互相尊重了。那我觉得不能，太太现在有异性好友的联络方式吗？应该有，有，你是一定有啊，而且超多的，好多多，超过他是本身是很多的，不是他太太，他太太，我还有遇过那种就是交往之后，我得把前女友所有的送我的礼物全部烧光，在他面前烧光。他也是做鸡桶的，做公庙的。我家里，比如说他送给我的娃娃，都要在他面前丢掉、烧掉，照片一样，演得很像吗？啊，没有，干嘛？不是你连社群软体那些你都要介入。他对这个人有兴趣，他会一直搜寻，然后他就会出现在上面。所以你去点那个搜寻栏，他就会在很前面。哦，你是靠这样判别的。
明星还好啦，可是如果是日常会就是接触到的女生就还是。那如果很多人搜寻你怎么办？嗯，那就他们很有眼光。标准太诡异了吧？对啊，就是我也不会去搜寻异性或是有兴趣的人啊。我谁会搜寻同性？嗯，我会啊。你搜寻谁？搜寻你们啊！哦，真的、啊，因为他看没有写坏话，我监视你们在干什么。他确实都会在我们的 FB 都会按赞留言，好可怕！这什么好可怕？落晒就不要拍拍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拍拍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，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